大家好，我是阿莫，我现在在越南老街。那个人也出来，不用关门了。后面还有人。那个集市离我们有80公里，今天我们准备坐摩托车过去。现在是越南时间早上，我看一下。现在是越南时间早上7:20了，然后现在过去已经比较晚了。又来这里表演了。前面这里有一头大象。这条是红河，然后对面的话是中国云南的河口。
了80多公里的路，现在终于到了。一路上坐过来，哎呀，那个路真的是太难走了。